狗，吃饭咋不叫我呢？你是鸡人呀？啊！狗、啊，你别笑。你就不能好好吃饭吗？少管我，这全是素的，你喂兔子呢？你不是属兔子的吗？你比我俩贫哦。妈呀，咋的呀？你支棱起来了？哎，逼我动手啊，要不然我修理你。这独自让你装的。这头型我咋觉得不对劲呢？事出反常必有妖，一会我倒要看看是咋回事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正合我意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饺子蘸着辣酱也太香了。史班，这辣酱也太好吃了，还有没有了？没有。吓我一跳。姐妹们，这辣酱真的是太好吃了，你们拍了没有啊？收到姐妹都说好吃。平时我们家拌个米饭，拌个面条，搭配个包子、肉类、饺子，当个蘸酱，炒个菜，夹个馍，蘸个饺子，不仅好吃还下饭啊！它是用香菇和剁椒大火炒着炒，吃来香而不腻，辣而不燥。现在19.9给大家发，满满这一箱。10罐还送两个小盖子啊，吃不完的盖子特别方便，在这基础上再加10包香菇辣酱，趁着活动还在，需要家人们抓紧去拍吧。我吃饱了，把碗刷了吧。哎，回来，别动我哦。我倒要看看是咋回事。我叫你小子今天没憋好屁吗？哎呦，我的。